好，我是范冰冰。哇，因为刚刚有，因为刚刚看到杨贵妃坐在前面，我就直接往前走了，没有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金浩。欢迎三位。啊，因为7月30号的时候，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上映了。我们先请三位跟我们介绍一下电影，好不好？简单的一两句话。我现在没有办法介绍，因为我的视线只是在那里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赶紧把毛衣穿上，好吗？你不要这样啊。对。非常开心，因为有一部新的电影在7月30号上映了，叫《王朝的女人》，她不是马汉的女人，是王朝的女人。杨贵妃。那我在戏里面饰演杨贵妃，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喜欢这部电影。7月30号，如果有。有空闲你们喜欢，然后可以来电影院来看，谢谢。我在杨贵妃里面是演寿王这个角色，然后这部电影呢我们非常用心的拍，然后尤其是冰冰，她已经我觉得为了这部电影她已经牺牲了6年的时间。哦，这太厉害了。然后导演也很用心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会进电影院，然后帮我们多多宣传。我在《王朝的女人》杨贵妃中饰演四皇子李炎，然后这是一部我觉得艺术水准很高的一部电影，也希望大家能走进电影院，是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一部好电影。哎，你是杨贵妃，你怎么看她也冒光了眼睛？都是我的人。冰冰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还真当时投了简历到咱们的剧组，那时候可能是演宫女什么的吧，但是没选上我。你是放的半身吗？是，而且只有大头照，大头照可能有点悬呢。我觉得可能这样还可以的。我觉得可能差点眼神上。我怎么样？今天这个扮相很好，很像唐朝。你是想学一下杨贵妃的眼神是吗？来来来来，到这边到这边，直接赶紧讨教一下。你这跑过来，就好像宋小宝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那。请不要看吴尊好吗？来来来来，这个眼神儿，我得怎么的才能魅惑住他们呢？眼神啊，能电一下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准备啊，来，五十五，三，二，一。我鹏哥第一次受这种待遇，人生第一次。冰冰，他今天主持就可以下去了，已经完全没办法撑全场了。帮我撑一下，帮我撑一下，还好吧？已经晕了。超美的。哎，下面该干什么来着？我回家。先有请我们三位主唱，请就坐。好，有请。